还可以跳舞吧？我想跳舞。你就是不能再跳舞了，不要再妄想了。从小栽培你到大，花一堆钱让你学跳，现在搞到这样没办法跳舞，跟废人一样，浪费我一堆钱，赔钱货。如果我不能继续跳舞，妈妈那么失望，那我活着。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，甚至大家都很讨厌我。走到路上的时候，总是被指指点点的。是不是我消失了会比较好？